我的他时常带给我惊喜。今天我只是简单要求想吃浓心辛拉面 Black 做晚餐。浓心辛拉面精选上等正宗好料，搭配饭店级香辣浓汤，每一口都是无与伦比的美味。正因为浓心辛拉面 Black 的独一无二，他决定我们要用他今天亲手铸造的金筷子来享用，这样的组合真是太完美了。今天就来品尝顶级浓心辛拉面 Black， 此产品不包含金筷子。